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 Spur Road。 随着休赛期交易市场上各支球队已经基本确定新赛季的人员轮换，很多球员都找到了新的工作，但是考辛斯仍然在等待着自己的新合同。他在采访中表示，自己想要任何机会，他仍然希望对球队提供球队更进一步，并且对于加盟任何球队保持开放态度。上赛季分别效力于雄鹿和掘金的考辛斯虽然已经不再是球队的首发球员，但是他仍然能够在板凳席做出贡献。效力雄鹿期间，考辛斯场均能够得到 9.1 分 5.8 篮板，完美填补了大洛佩兹休战所留下的空缺。在转会掘金之后，考辛斯在前15场比赛帮助掘金拿到了14场胜利，其中包括对阵火箭时拿到的31分9篮板4助攻3抢断。由此可以看出，考辛斯的能力仍然在线。作为曾经的第一中锋，考辛斯在最近几个赛季可谓颠沛流离。自从离开鹈鹕之后，考辛斯便一直辗转各队，无论是勇士、湖人还是火箭、快船，考辛斯都打出了不错的表现。可是在球队选择清理轮换空间的时候，考辛斯却总是第一个离开的人。随着考辛斯被不断裁员，他的交易价值也逐渐降低，最终才导致如今没有球队愿意接受他。其实以考辛斯的能力，在小球时代依然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优势。考辛斯虽然是一名内线球员，